顾桥北，啊，你找顾桥北啊？他回老宅了，他爷爷八十大寿。他在你手机里，你喜欢他呀？喜欢呀。那你不喜欢我吗？你不是早就知道我脱粉了吗？是不是不该和一个脑子不清楚的人聊这么不开心的话题啊？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喜欢，我可喜欢你啦，我可迷恋你啦，可崇拜你啦，啊，对你欲罢不能，好了吗？敷衍。你都喝成这样了，你还能知道我敷衍不敷衍？那你喜欢我哪儿啊？都喜欢。那你把他照片给我换掉。换你。行行行，我，哎，小孩似的。哎，你这个表情我也要弄。这个简单。这个呢，是你昨天看见我手机壁纸是小乔的时候，非让我换的。这张拍的不错。不然我也不想换。不过主要是看你昨天像个小孩似的，非得让我哄，不然我才懒得换。不过你昨天那个傻样，真应该给你录下来让你看看。你简直就是太傻了，太像个小孩了，还像个小可怜，非得让人亲亲抱抱举高高才能好的那种。李维庆的电话，下次他的电话不用告诉我。你们闹掰了？掰？我们两个什么时候好过呀？那些绯闻都是假的，把你八卦的小眼神啊给我收一收。好好好，手机给你吧。你搞什么鬼？来。把你的头微微扬起，45度，45度，对。然后呢，眼睛往上看，鼻孔对准这个屏幕，嘴巴微微张开，眼睛往上看，翻白眼会吧？翻白眼，往上看，往上看，对，嘴巴微微张开，翻白眼，不然打不开了啊。